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7周年纪念日。25日晚间起，从中国各地赶到毛泽东家乡湖南韶山的民众开始源源不断进入毛泽东广场，以瞻仰毛主席铜像或献一束花的形式表达怀念之情。26日凌晨，广场上响起歌曲《东方红》的旋律，人们或以驻足瞻仰毛主席铜像，或以鞠躬的方式表达着心中情感。远处仍然有络绎不绝的民众正在向广场赶来。记者在现场看到，为做好毛泽东诞辰期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韶山旅游区严格控制人员流量，在毛泽东广场的各个入口处均设有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查验卡口，前来纪念的民众也都佩戴了口罩，有序入场。据悉，每年毛泽东诞辰纪念日前后，韶山还会举行纪念性长跑比赛，同时热情好客的韶山人民会邀请来到韶山的民众，在韶山村村部广场或景区的一些酒店民宿同吃福寿面。